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走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不想离开你，可是我也真的不知道这段人生的未来是什么。你会和我一起面对吗？君殿下，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，难受了吧？我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些早点，你吃点儿，吃了就不难受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啊。你确定？我这不是怕你难受，想服侍服侍你吗？那生日礼物，君殿下，这个，青天平，原本我打算将它给你的。真的吗？假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想要吗？那就算了吧。别啊！你不是答应我要考上军武学院吗？考上了再说吧。骗子！